喜呀、啊！哎呀哎呀，哎呀，正好正好。这件皮袍子是上等的好貂皮、啊，送给胡大人，酬谢他这次的功劳。哎，好，我替胡大人谢赏。拿着啊！还有啊！这只绫罗啊，是朝廷的珍品，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。哎，我替胡奶奶谢赏，谢赏。拿着！哎，还有两瓶好酒。哎呀，有！哎，好。哎，这是多年的老寿星了，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，让大伙喝个痛快。哎，好，让大伙喝个痛快，喝醉。拿着，我会交代他们啊。还有，还有一只不少哎。这盒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，带回去分给胡府和李府的小公子、小千金们。哎，好，谢赏，谢赏。拿着。你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、啊。好，你慢慢想。哟，你看，我差点忘了。什么？这儿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，是我们小姐送给你。啊？送给你的那个他。他是谁呀、啊？哟，连他你都忘了，就是尊夫人呐！小姐想得太周到了，太周到！你还拿得了？我拿得了！手中那一下家，胸前换了卦，今日里好夫妻方才回家，为什么小姐嫌坏？想也怕，让人害怕。妈呀！听，是想爷把我腿断，真麻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得赶紧跑起来。我不叫你，你别出来，一出来就没命。哎呀，我来装完蛋。哎呀，我收着吧。好，你替我收着，替我收着。小姐，请看，带我看了，乃是一副一重重陈道学生当世秀，满呀人传是无序，老夫不许他沉路，收复进度来临上，升官御宴好酬功，案情重大学命卷，休在一位。
哎，春嫂，哎，老相爷走了没有？好险啊！走了没？走了没呀？他走了，你也赶快动身吧。哎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别忙啊，回去告诉胡大人，让他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，别那么小里小气的。我们老相爷可是最讲排场的。老相爷最讲排场。哎，我记下了。哎，记下了。记住了。哎，记住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哎。啊！你这个要命的周文旦！讲究，今日之事定然轰动全国，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？不错，有礼，王喜。有，速到相府送信。哎，来呀，鸣锣开道。你把眼睛睁大点儿，耳朵拉长点儿，看我此去一日三生。我儿一案要怎样了断？女子打死民女张碧莲，本府按律而断，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。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呢？说得倒也轻松，你来看。
同凶犯去往大理寺受审，小心你的人头。哦，吏部公文急如星火，好啊，你来瞧。我有金牌，收了你的令箭啊！你大胆！下官本来就有胆，我是赵子龙，一身都是胆呐、啊！赵官，听听安民太监看，敢将你不是人仙，自古律法有条款，你靠江湖别枉然。尖叫回去上京吧、春草姑娘，不单我来了，胡大人来了，姑爷也来了。啊、哦，姑爷来了啊，在哪儿呢？他在哪儿呢、我跟你说呀，姑爷一路之上策马缓行，观看风景。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有多么好啊！哎，可不是吗？贵婿上京啊，一路之上。吹吹打打，已然轰动了全国，就差万岁爷赐婚了。啊，怎么就差万岁亲赐婚姻了？是啊，是啊，要是万岁赐婚，我们老相爷可就啊，怎么啊，可就更光彩了。哎呀，何止相爷光彩啊，小姐光彩，姑爷光彩，就连我也沾点光彩。王小贝，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、啊？我怎么不要这个光彩？那你呀，就赶快去到徐太师府上报信儿，只要太师一知道，万岁爷准知道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只要太师一知道，万岁爷准知道。哎，好，我报。哎，那我这儿的事儿呢？我替你说呀。哎，好，你替我说，那我报信儿去了。哎，你替我说，哎，接着来，我报信儿去了。春草，小姐何日成婚呐、啊？哟，这我们哪知道啊！小丫头，贺礼都来了，你还瞒我？真的，赶快给小姐报信儿去喽！有请相爷。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给小姐贺婚啊！啊，岂有此理！你家小姐何曾定亲，已改辞去。是，回来。哎呀，此去。
13声官员同时来湖，实有蹊跷。家园，来人不可怠慢，一礼相待，快去快去。是是是是是，春草快来。参见老相爷。春草，